展望未来，宏德科技将本于研发创新的本质，在技术上更精进，会以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端应用、行动装置等应用投入更多的心力，推出创新及好用的产品，迎合市场的需求。在市场及行销方面，持续不断深化在中国及欧洲市场的服务能量。我们并且会在东南亚及中东等国家善加利用在台湾已累积的经验，并结合当地的基层商及经销商，推广在台湾已经完成的成熟解决方案，并且是符合当地客户的文化及客户的需求，以扩大市场的机会，让宏德科技逐渐茁壮。